这个世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全是假的，假的就应该放下，放下就见性了，自信障碍没有了，小悟大悟，大彻大悟，回归自信啊，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，容易回归啊，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，不容易回归，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。